啦，2025年先落成，而家2024年啫喎。嗱，如果有分同學一定要講競爭性嘅話，咁我想問翻有分同學啦，香港嘅地理優勢又係點樣？有其他地方又點樣可以去同我哋香港競爭咧？香港嘅地理優勢絕對唔係指香港先有啦。其實我想話，其實喺配套呢方面，有方根本站唔住腳。難道有一個場係可以俾你新加坡嘅場坐90,000+人？第二問題，請入方回答我。而家政府財政1,400億，喺今日情況底下，政府邊度有錢去持續咁搞呢？如果唔持續咁搞，真係唔可以再出路噶喎，有方。開有方，今日即係淨係同我講錢就話咩？政府一定要貼錢落去。我幫你答俾你七人欖球賽，唔一定要淨係七人欖球賽呢個例子就係好嘅例子，就話俾你聽。假城市唔一定係政府要貼錢落去。有方同我今日講錢，我事實同你講，城市就係錢。2018年，訪港旅客人次為2,815,000人，月入境旅遊相關嘅總消費高達3,000。
啱啱聽完有方嘅主線咧，其實唔難發現今日有方嘅主線有啲咩問題。首先有方嘅主線咧係以一啲城市有效同好處為主軸，我方唔否認呢啲咧係有啲成效。有方仲話咧係硬件夠啦，可以繼續搞啦。但係事實係咩咧？可唔可以原套搬翻嚟香港咧？我哋出手有冇新加坡咁闊綽？我哋場館有冇東京嗰啲小巨蛋咁大？新加坡官員特登出國拉城市，我哋香港嘅官員有冇咁進取？如果一樣都冇的話，城市嘅有效嘅本質憑乜嘢一樣可以喺香港落根呢？第二嘢就係今日有方嘅主線咧，其實係冇乜對應過出路兩隻字噶。有方話搞得成，係吸到啲客，吸到啲錢就可以。但有方嘅前提就係在城市搞得成。如果啲城市搞唔成，或者好似我咁講，我哋嘅配套係不足以支撐呢啲城市的話咧，咁今日啲城市就唔能夠喺香港落根。再加上啲城市結束一落幕，旅客就會走。喺咁嘅情況底下，佢哋憑乜嘢成為我哋旅遊業可以倚重嘅支撐同經濟嘅支柱呢？再位，因為香港旅遊業已經陷入咗困境，套用立法會議員梁欣嘅講法，就係窮嘅去唔起，有錢嘅睇唔起，中產就嫌低性價比。因為旅發局數據顯示，2018年香港總入境人數係6500萬，但到2023年咧就叫做得翻3300萬，之後你仲要吸多3000多萬人先得。嗱，我當成年之都就係需要支撐個3000多萬嘅一半，即係有方你每個月都仲要吸多100多萬嚟香港啊，其實都得嘅，要美斯一個月20多錢咁咪得咯。但大家都知道係唔得噶嘛，即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如果咁難做到，我哋仲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旅遊業可以倚重呢個成年之都，建立我哋成年之都嘅美譽呢？在咁嚴重的情況底下，講出路咧就唔好似有方咁講啦，講到有助就算，而應該藥到病除先至係算得上出路。而有方覺得係唔得㗎，因為原因在於咧治本做唔到，治標成效低。先講治本，近期大家只要上下啲小紅書就會睇到香港旅遊業風光不再，有幾大嘅死因。第一，景點換又舊，唔及新加坡同日本大量嘅新景點；二係消費太高，日韓玩都睇得更加多。再加上旅遊模式嘅轉變，而家興咩啊？興窮遊、興深度遊，連財爺都表示過呢一點㗎。正如青年香港接待人陳志豪都表示，相比鄰近地區，香港已經失去咗獨特嘅旅遊優勢。但城市之都能夠解決到上述問題咧，顯然係唔得㗎。剛才有方話城市可以帶嚟大批嘅旅客啦，咁但係就要睇城市係咪會成功喎。就算成功，城市一員旅客一樣會因為咧城市嘅落寞而離開。佢哋會唔會因為喺香港睇過一場演唱會，回國之後咧就同朋友説好香港故事呢？恐怕未必。因此，前運局局長張炳麟都話：唔可以因為昔日嘅城市就理所當然覺得灑咗啲錢搞到城市就可以輕易翻返去世界舞台嘅中央。城市之都嘅理念係好，但冇對症下藥係難以打造香港嘅品牌啊！有方更大嘅問題係，城市之都咧係連治標都做唔到，因為香港係根本缺乏城市之都嘅根本條件。首先，香港舉辦城市好似啱所講，有三不足：決心不足、準備不足、配套都不足，好難爭得贏其他國家爭奪城市嘅主辦權。就以新加坡啊帶嚟幾億經濟收益嘅 Taylor Swift 演唱會啦，香港都想爭㗎。首先，新加坡咧政府出售1億多，特區政府已經比唔起。大家諗下，早前美斯訪港，港府想邀請美斯遊維港宣傳下香港啦，結果政府俾幾多？100萬。再加上新加坡政府在1年前就派專人去美國同佢傾，食意滿分。最後係場館嘅問題啦。國發局主席林建岳都話 ：Taylor Swift 去香港係因為好適合嘅場地，而佢嘅場館通常都可以容納到5至9萬人㗎嘛。但係香港嘅場館咧，最多只能容納2萬人。如果搞一項城市都可能搞唔成，仲要全年冇得咁搞，真係做得到咩？如果做唔到，仲講咩出路啊？第二，財政負擔大，城市難持續。今年預算我先講過，香港政府財赤咧有1400億，雖然財爺已經撥款10億搞城市，但城市開支浩大，政府撥款都只係個杯水車薪。剛才已經講咗，如果唔能夠持續搞的話咧，城市呢個名號係唔可以建立噶。所以想靠燒錢嚟支撐旅遊業，亦都係不切實際噶。各位，我方今日並唔係話城市冇任何嘅效益對旅遊業毫無幫助，但要建立到效益去到出路嘅地步，就必須回答政府有冇心、有冇錢、有冇力去持之以恆咁舉辦。多謝各位。我方轉變所有時間為4分05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下來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且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以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則可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扣分。另外，公辯屬於單對單環節，請兩位同學站到台前發問及回答，問雙方有冇問題。好，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的時候要特別留意翻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而第二格才開始是發言分數。好，現在有請正方派一位辯員作公辯。
現在盛科方面正式開始，你有兩分鐘時間準備好盛況介紹事件。喂，有方同學今日承唔承認香港旅遊業係下滑緊㗎？我承認，你有方。啊，有方今日同學承認香港旅遊業係下滑㗎啦。咁有方同學，我想問下，盛市經濟係咪旅遊業嘅其中一條出路？佢唔係一條出路，佢可以帶動經濟，佢開明路，但係佢淨唔可以。俾國際見翻到，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城市繼續喺香港搞。咁城市唔係搞得一場噶嘛，即係唔會 Taylor Swift 今日嚟完之後，下個禮拜就唔會再有任何城市噶嘛。咁有方同學點樣去證明到呢個係只係短期收益？短期如果真係好似我哋飲咖啡咯，我哋眼瞓到飲咖啡，但係我哋飲咖啡，我哋冇可能一隻眼瞓一直飲咖啡噶嘛。我哋應該係都係有方同學同我攞咖啡呢個嚟做例子，但係有方同學如果你眼瞓你一直飲咖啡嘅話，咁你咪飲完一次唔可以飲第二次。你飯都唔係一日食完，聽日就唔食噶嘛。我哋可以飲第二次，但係你冇可能日日飲咖啡嘛。可能城市有準備過程，咁我準備完開一次城市，咁我可能一個月開兩三次嘅時候，咁有可能呢個係咪都係叫做短期啊？根據我嘅資料，一個月係搞唔到兩三次城市嘅，我哋最多我哋一次籌碼都要成9個月，9個月。不過有可能你係俾一個實際例子，不過係邊一個演唱會係要準備搞成9個月咁耐？好似泰勒斯咁，佢呢個活動籌辦咗至少都要半年嘅時間。你諗下，仲要佢係籌辦咗半年喎，籌辦咗半年，同埋佢喺設施係唔同。跟住講埋。係咪有反問？咁就評判決定要唔要扣翻反方分數，就針對於啱先佢反問咗但有改口嘅嗰個問題，就請評判決定啦。咁現在就輪到反方方辯，反方正自由派一位辯員，並且選擇正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咁有方又知道疫情後訪港旅客人數，香港依家有幾多影響？好，有方同樣都唔知道，今日原來訪港疫情之後，2023年來香港訪港遊客一年得3000萬人。有方認同，今日如果盛事知道係出路話，咁至少我都要回復翻疫情前一半嘅水平。我哋有方又繼續唔答，就已經默認咗啦。咁所以話今日其實如果要回復疫情前一半水平嘅話，咁其實我哋今日要至少過多1200萬旅客，我哋先可以回復到疫情一半水平。咁我哋有方同學，你覺得一個月要搞到幾多城市？我哋有方同學繼續都係唔答，真係證明咩啊？有方同學佢哋根本唔知道一個月要搞幾多城市，呢個城市又可以吸引到幾多人？佢哋根本唔清楚城市知道呢個嘢可以實際吸引到幾多遊客，可以實際為呢個香港旅遊帶嚟幾多收益。所以今日有方同學講話。城市之都係香港嘅旅遊業出路，係絕對唔成立嘅。好啦，我再問有方啦。今日有方話：對於香港旅遊業同困境係覺得係咩？好，有方繼續唔答。但佢今日標準同我哋講話，香港旅遊業嘅出路就要走出困境，但佢哋從來冇進識過究竟乜嘢係困境。困境就係外方見到就係今日香港冇特色。咁香港冇特色，城市之都係咪令到香港可以有多啲特色？好，有方繼續採取唔答，即係證明啲咩啊？佢哋都知道盛事之都根本上只不過吸引啲遊客過嚟睇盛事，而唔係過嚟睇香港。咁既然香港繼續冇特色，咁遊客會唔會繼續過嚟？好啦，有方全場都冇答案啦，但係其實已經論證咗今日有方其實對盛事之都係唔係香港旅遊出路呢個位，佢哋已經成證明唔到啦，所以佢哋先會答唔出我哋頭先所講嘅問題。所以今日講到尾就係有方根本唔明。好，現在
環節結束，輪到正方第一回合，你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有福來香港體驗。有深度遊呢樣係香港嘅旅遊元素啦，但係首先一個行業從來就唔係得一條出路，出路退一萬步，深度遊係出路，都唔代表城市之都係唔係出路。再者，有方根本冇諗過深度遊其實係唔適合大張旗吸引大量遊客嚟搞，因為搞深度遊就必然要參觀好多香港嘅文化歷史以及環境嘅景點，而呢啲景點我係不能承受大量嘅遊客。好簡單啫，你試下每一有1000個遊客去米埔，500個遊客去睇中環嘅海景，不出一年啲海景同場都會消失曬啦。咁所以有方提出嘅反建議根本冇諗過實行嘅影響。有方偷師傅喺香港搞演唱會，反而舉咗新加坡嘅例子，即係香港冇辦法用城市性去競爭制，但你又唔知佢哋嘅團隊開始係咪揾咗香港先頭先？亞洲會員起透露，偷師傅團隊喺優先聯絡香港作為亞洲巡演站之一。呢點都反映到提到舉行大型城市香港以佢嘅地理優勢、配套設施同埋以往嘅國際形象，依然成為國際巨星第一時間落地嘅地方。雖然坐偷車，但巨星又點止一個？香港最大型及最具代表性嘅户外音樂及藝術節北京德，舊年兩場嘅飛全部賣曬，試圖吸引超過160,000人次參與，無論係富倫嘅 Tree Monkeys、Pop 咪美國唱嘅女神 Caroline Fullerton， 又係超人氣組合 Yoasobi。但台灣神奇草都沒有派對都聚集在香港的中華海濱，為從各地慕名而來的聽眾獻唱。至於運動經濟同樣在香港成立的亮點之一，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在2004年11月 Adam 提制度應徵大型體育活動並提高支援方案，品牌包括揸架香港馬拉松、香港七欖等等，吸引世界各地人士來前往參與。揸架是國際賽事，除了由各地業餘跑手參與，由於成績可以計入運動員的世界排名，加上香港低稅制，獎金扣埋税都有85%，吸引到全球60多個國家的職業隊選手參加。而加埋業餘跑手，一共有超過70,000人次報名，但係報名費的收入都已經達到數千萬港元。由於馬拉松係清晨開跑，我梁選手必須都係提前一晚甚至幾晚向香港保持狀態，徹底發揮城市的時刻效應。香港七欖是全亞洲最大型的欖球賽，在疫情前都已經吸引到平均120,000觀眾入場，門票收益高達1.5億港元。根據眾大眾資料，當中40%觀眾都係嚟自海外，而佢哋嘅人均消費20,000港元，帶嚟過億嘅周邊經濟收益，甚至有籃球方面處表示，七欖期間係全年生意最旺嘅時候。多謝各位。正方第一回合發言時間為2分46秒，要超時59分。接下來是反方的第一副辯題，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問計時員示意。主席，請控制的各位大家好。剛才我方開面問了有方，有方會回答我方問題，所以唔該有方面部回應翻先。剛才我方主辯嗰個城市原字本嘅問題，而家出冇應該慶咧，要去到咩嚟到？其實個核心就係字本，但係有方對呢啲仲未有回應。聽完有方發言，我發現今日三方嘅分歧就在於城市之道係唔係出路。有方對於出路咧清晰，亦唔定出路嘅定義唔清晰啦。出路唔係有人嚟，有人消費就係出路。出路應該係要可以帶領香港旅遊業發展，去逃出困境，去逃出新天嘅一條先係出路。終於翻全場公辯嘅環節，有方一直攞泰勒斯做例子啦。假設新加坡做到，香港亦都做到，但係呢個有方亦都冇承認到。有旅客消費，全場冇答過我方嘅問題，亦即係城市之都唔係一條出路。有方今日就話城市之都可以吸引旅客，吸引佢哋消費，但係呢樣嘢係有前設嘅，就係要城市之都搞到先。爭國際城市冇競爭力，本地嘅特色又唔夠，要錢冇錢，要地冇地，要人冇人，城市之都都未確保可以100%搞到，又講咩吸引人流消費呢？回到我方主線，要去拆解城市之都做唔做到，我哋今日從國際城市同本土城市兩方面分析。第一，國際城市今日要爭國際城市，香港缺少嘅係競爭力。政府嘅出手、大肆學識嘅場地同埋政策配合都係必不可少嘅。先睇政府出手出幾多，香港政府早前提出俾100萬港幣美斯，希望佢可以行一圈香港做宣傳。好明顯，香港政府出手唔夠闊出，自然傾。
惡化嘅原因係因為香港冇合適嘅場地，正如我方主辯所講，淨係容納到萬幾人，場地咁細又點搞盛事呢？又睇政府辦事方面，睇當時頭先講過嘅球星李斯，原本政府有主導權同埋知情權安排所有比賽嘅行程，但係政府反而倒轉翻轉頭民主化方合約嘅細節同埋點樣安排，具體要做啲咩，政府完全唔知。就睇前面泰勒斯嘅例子，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就指出，泰勒斯曾經計劃嚟到香港表演，但係最後就因為當局未有積極回應，指出冇檔期提供到列車咁醒。第二，本地盛事，除咗國際盛事之外，香港本身都有自己搞盛事，本地盛事需要有自己獨特嘅文化特色同埋品牌。我哋睇下藝術三月先，當中入面有13個項目，餘下11個，就係得兩個星，餘下十一個都係完全都有搞嘅項目。仲有會強調有10蚊雪糕同埋免費搭2蚊電車嘅福利，希望本地盛事就係用免費嘅雪糕同電車吸引旅客，真係好吸引喎！就睇今個月要搞嘅藝術嚟講，政府喺呢個月活動一共資助5000萬，都為港盤賣緊十幾隻1到2萬嘅巨型蛋珠俾市民打卡。有方今會有咩人為咗睇幾隻蛋沙場，所以過嚟香港打卡？就算係本地客都未必特登過去，咁有方有邊度得出城市吸引人流嘅機率咧？多謝各位。反方第一次會所有時間為3分02秒，冇支持無需扣分。接下落嚟係正方第二附辯，你有3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問計時嘅事。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空同我哋講話 Taylor Swift， 但有空同我搞翻清楚先，點解 Taylor Swift 最後冇得嚟香港開冇嚟香港演唱會？個問題唔係因為佢配套上面唔夠嘅問題，而係我哋嘅旅發局局長係要去到要同我哋講話，佢要攞到國際明星嘅電話號碼先至可以邀請到佢過嚟喎。咁我聽先嘅電話號碼究竟邊個有？唔通佢男朋友有？佢就走去問人哋男朋友攞電話號碼。好啦，如果兩分同我講到話，政府咁冇力咁冇心去搞盛事之都，你講其他出路，政府都冇心去做噶啦。咁有方自我推翻話就話冇配套啦，遊客過嚟睇盛事啊，深化遊又好，甚至乎係過嚟睇生態文化都要配套噶啦，米布嗰啲難道唔係配套咩？既然今日有方就提到美斯呢個事件啦，咁搞咁大壇盛事吸引人流，雙管齊下就唔得。有方今日舉咗好多例子去證明香港搞唔起呢個盛事，冇配套喎，但係就忽略咗香港原本有嘅優勢。有方今日用美斯嘅例子，根本就成件事都未搞清楚。根據《東方日報》同埋網媒睇路，喺早前簽約嘅時候報道啊，今次比賽係由一間搞開雜誌嘅外行人舉辦，結果咧合約上面根本就冇要求球星必須出錢，如果唔係就會扣錢，先至會搞到而家咁樣嘅局面。如果有方今日同我講話足球盛事，咁點解有方同學淨係講美斯，唔講早年香港足總請美斯同阿根廷國家隊嚟，又冇呢個事情發生喎？點解唔講英超喺亞洲係重要宣傳活動？英超亞洲杯近有7屆，有4屆都係搞香港進行嘅時候，點解有方又唔講曼聯、利物浦、皇馬每一啲世界名師知名嘅球隊都嚟過香港比賽，作為亞洲地區宣傳嘅中心？咁正正就係香港根本就有呢個能力維持盛事之都，並協助旅遊業打破呢個困局㗎嘛。我方今日都有提到Culture Fest 呢樣嘢，呢個亦都係由一班熱愛音樂嘅人士喺香港搞嘅户外音樂同埋多媒體嘅藝術節，最後咧越搞越大，就成為咗國際盛事啦。去到至今已經舉行咗13屆，2023年啦 ，Culture Fest 就俾美國大型娛樂公司 Live Nation 收購咗多數嘅股權，加入咗全球音樂節嘅網絡啦，成為南亞地區嘅第三個據點。可以見到 Culture Fest 已經衝出國際，至於點解選址喺香港？2013年就有一支嚟自英國嘅樂隊1975，咁就受邀到嚟到香港 Culture Fest 表演啦。成個表演咧好順利嘅，但係點解會咁講？然而就係馬來西亞嘅佢喺馬來西亞嘅時候就中斷咗，原因係1975嘅主唱喺表演嘅時候親吻同團嘅另一個性別嘅貝斯手。咁馬來西亞作為一個伊斯蘭嘅國家，梗係唔接受同性戀啦。最後咧就俾1975就驅逐出境，仲要面臨巨額賠款。其後馬來西亞政府就要求主辦方設立呢個緊急中斷經濟，如果出表演嘅時候出現違規行為，就要即刻終止啦，甚至乎係斷電停止表演。提翻香港，包容唔同嘅性傾向，雖然同性婚姻未合法化，但呢個都唔會係因為喺台上面赤同性而俾你演出。所以今日嘅辯題你應承啦，多謝。正方第二附辯所有時間為3分04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下來係反方第二附辯，你有3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問計時。
嗱，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其實吳南發現今日有方犯咗幾個謬誤㗎。我哋先睇今日有方舉嘅例子啦。首先第一，有方舉 Taylor Swift， 跟住有方就話啦，咁既然我哋跟住 Taylor Swift 演唱會搞唔到，原因係因為香港政府冇 Taylor Swift 嘅電話。但係咧，今日有方都同我哋講啦，原來 Taylor Swift 係優先聯絡咗香港先㗎。咁有方話點解最尾係新加坡搞嘅？今日明明已經唔係香港聯絡 Taylor Swift 佢本人啦，已經係 Taylor Swift 邀請香港上嚟香港搞演唱會，咁點解最尾我哋都係搞唔成啊？不就係因為政府辦事不力咯。好啦，再睇第二個例子啦。今日有方頭講美斯，話美斯我其實唔關政府事㗎，因為其實嗰個雜誌公司辦事不力，佢哋唔知道佢簽錯合約。咁有方同我想問啦，咁點解一個連美斯一個國際頂級球星過嚟香港表演嗰陣，香港政府連合約內容嘅細節都會唔知道，佢哋乜都唔知道，甚至喺事後再開記者會，我其實都係唔關我事啊，都係嗰間公司衰啫。咁點解香港政府會有咁嘅態度？有咁樣嘅態度，係咪真係可以令到我哋成為香港成為城市之都？不過再講有方啦，今日有方同我公辯問你，今日香港困境究竟係咩？有方同標準就話我哋要走出困境，但係有方同我從頭到尾冇答過我哋，究竟困境香港目前困境係咩？真係證明咩啊？咁有方都唔知道，其實今日城市之都佢想要達香港想要達到出路究竟係咩？跟住再問你啊，今日講收益嘅話，有方就話外國今日收益見到外國收益好多，但係有方就等陣先，點解外國收益多等於香港收益多？我哋香港有冇配套做到？政府態度夠唔夠？我哋有冇場地去做到？呢啲通通都係問題，但係有方通通都冇解答。所以講到尾，今日有方都係唔明白城市之都喺香港究竟係要點樣做，同埋教育究竟帶嚟幾多收益。所以話今日城市之都其實難以成功，佢仲要大成唔到，香港就出困局。翻返我方主事，就算城市之都可以成功啦，可以帶出香港就出困局啦，做到以上兩項目標，佢都唔會係香港兩年出路。香港要建立城市之都嘅名聲，下嘅唔係一兩年內搞好多大型活動，一於持之恆咁舉辦唔同活動。如果係只係短期搞幾項盛事，可能都知道有方所講就要短期面可能得佢有啲起色嘅。但一旦香港之後唔再搞咧，因為城市冇名而來香港遊客，咁係咪唔再嚟啦？咁呢個旅遊業咪又會打翻原形咯？咁呢個又點算係出路呢？所以話城市都要係出路，總之係持續。咁但係現時政府嘅財政負擔咁大，城市根本難以持續舉辦。睇翻今年財政預算案啦，本年度綜合赤字為1400億，而政府儲備只係約夠得翻政府一年嘅開支。更大赤字，政府撥落城市嘅資源自然會變少。但係城市開支咁大，政府嘅資助都係杯水車薪，亦即係話。今日財政預算話未來三年向旅發局撥款9.7億，但係4億攞嚟做重組呢個幻彩虹香港，搞呢個藝術維港都用咗4500萬啦，加加埋埋都用7788咯喎。咁再講起國際盛事都舉辦唔到，咁呢個時候有方點樣論證到今日條辯題咧？多謝各位。反方第二附辩所用时间为3分6秒，无超时唔需讨论。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双方各有3分钟嘅发言时间。当某方发言时间用尽，本人会宣布另一方嘅剩余时间。该方可以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辩员发言，而每位辩员都必须系本环节发言。如果本环节结束嗰阵，在场人士发现有辩员从未发言，可以即场提出。属实嘅话，该辩员所用嘅方都会被每位评判扣除5分。想问双方有冇问题？冇问题嘅话，自由辩论环节现在开始。请正方派出一位辩员首先发言。有方一直都只是說香港做什麼都沒有條件，亦不會辦到城市之都。那有方立場是不是香港旅遊是無可藥救？如果是，有方請直接承認。我方明白香港無藥救的現象，今天他就算吸引到旅客，他都持續搞不到，因為他根本條件就不夠，他揸又揸不過，他本地特色又不夠，所以才會導致這個局面。所以我們都另尋出路，而不是只是拿城市。香港現在連揸都揸不到，第一步成為城市之都都未站得住腳，怎成為香港起死回生走出困境的出路呢？我哋講話，香港咧係乜都做唔到啦，無藥可醫噶啦，香港簡直係完全係冇得救添啊！咁但係有乜農學？如果佢真係冇得救，點解仲有咁多人可以嚟香港搞城市？唔好喺度端化我方立場先，我方只不過純粹想話俾你聽，官員冇心，政府冇錢，配套冇力，喺咁嘅情況底下，嗰啲城市唔會優先進入香港，我哋都冇咁嘅力俾嗰啲城市去搞。喺咁嘅情況底下，方今日點樣覺得可以持續
交城市，先至向到城市之都作為香港旅遊發展嘅出路，先回答問題。唔該。本能冇心機搞好呢個城市之都，你講其他出路政府都有能力可以有心機做噶嘛？好啦，又講到其他出路啊，咁其他出路係乜嘢？咁呢個其他出路帶嚟嘅效果係咪先係可能先係香帶領香港裏邊走出困境嘅關鍵，而唔係城市之都咯？可能我引嘅出路就係調啫。而家香港旅遊業發展出路難度淨係得城市之都，點解我哋今日有我方點解咁強調要搞城市啊？就係因為我哋搞城市嘅同時，亦都可以吸引到其他旅客，咁過嚟都可以帶動埋其他周邊嘅經濟嘛。咁有可能我係咪？覺得城市之都吸引唔到旅客。有方同學講出路，你要揾到條出路先得解決問題。你而家淨得城市之都呢條出路，而個問題係呢條出路好明顯係唔能夠持續，因為我哋唔能夠，除非你今日拆到三名，正如我所講，官員冇心，政府冇錢，配套冇力，否則唔能夠持續成立，即係唔能夠成為出路，即係連體不成立。係唔該，有方同學重新多一次你條問題，有冇配套遊客係離體城市，或係睇生態文化，都係需要配套噶啦。如果你城市係冇配套嘅，咁你其他出路就有配套咯。咁你其他出路有配套嘅話，咁城市之都都係有配套噶，城市活動都係有配套噶。咁你唔該，有方同學請回答。我哋唔需要論證其他有冇配套嘅，係你哋要論證城市之可以有配套，要爭得過新加坡嘛。你方全場講一個例子 ，Taylor Swift 冇啦，點解 Taylor Swift？ 如果你講到香港咁好，點解新加坡唔會嚟香港？好啦，有方同學，我方其實答咗好多次啦。Taylor Swift 呢個問題，我亦都唔係淨係答咗一次啦。好啦，有方同學聽唔到算啦。有個問題就係有方同學話我哋香港唔夠配套，咁啟德體育園開坐50,000人嗰啲唔係叫配套，紅館嗰啲唔係叫配套，咁有方同學乜嘢先至為之配套咧？有方同學你同我講紅館萬幾人，你放開同自己講㗎，跟住話啟德體育園啦，2025年先落成，而家2024年啫喎。如果講其他地方競爭力嘅話，新加坡、東京、講日本好多地方都搞到奧運，有經驗、有場地，係是但呢個場都可以坐50,000人嘅時候，你方同我講配套爭唔爭過人哋咧？點解有方同學一定要爭？就係個問題就係，如果有方同學一定要講競爭性嘅話，咁我想問翻有方同學啦，香港嘅地理優勢又去點樣？又其他地方又點樣可以去係同我哋香港競爭咧？喂，講嘢啊！第一就絕對唔係只香港先有啦，其實我想話，其實喺配套呢方面，有方根本站唔住腳，難度有一個場係可以俾你新加坡嘅場坐90,000多人。第二問題，請有方回答我，而家政府財政1,400億，喺今日情況底下，政府邊度有錢去持續咁搞呢？如果唔持續咁搞，真係唔可以做出路噶喎，有方。有方今日同我哋講啦，話唔可以持續咁搞啦，咁我就想問翻有方同學啦，唔可以持續咁搞，你哋又話要財政，跟住咧轉頭咧就同我哋講話咩？哎呀，你要俾多啲資助㗎，城市要交好多資助㗎，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去發展城市之都嘅時候，我哋搞城市咪就係令到政府可以有更加多嘅收入咯。呢個唔係淨係得我方一直喺度講，但係有政府官員都係講我話城市經濟呢樣嘢係可以帶動埋其他經濟㗎嘛。咁如果我帶動到其他經濟，我今日見到香港冇條件做，咁你所講嘅收入究竟喺邊度？請俾出數據。哇！有方同學今日就話咧，城市一定要貼錢搞喎，未必又可以拎翻成本。但有方同學搞錯咗，城市一定要去貼錢，你政府貼錢落去搞，其實就唔一定嘅。好似國際七人欖球賽每年嘅世界欖球界盛事，亦都唔需要政府補貼好多嘅喎，因為香港欖球總會識得搞城市嘅機構啊嘛，政府淨係配合交通、場地而嘅呢啲嘅配套啦，而唔係錢啦。其實配套唔係淨係得場地、交通嗰啲都係配套咯。咁政府俾我幾多錢啊，失華？政府一定要貼錢落去，我剛剛答俾你七人欖球賽唔一定要，淨係七人欖球賽呢個例子就係好嘅例子，就話俾你聽，搞城市唔一定係政府要貼錢落去。有方同學今日講錢，我事實同你講，城市就係錢，因為如果我哋爭唔過人，我哋唔俾得多啲錢，我哋係唔會爭過人，亦都唔可以持續落去咁搞。有方同學，請回應。咁有方同學，你點可以出嚟？點可以確保你其他出路係有呢一個資金咧，去可以保證到你有其他出路咧？今日我方唔需要證明其他出路要有資金啦，今日有方同學需要證明翻城市都有資金啫嘛。哇！有方同學，我方其實提出咗好多嘅城市之都，亦都係成功嘅例子。咁樣有方同學一直都喺度話我方證明唔到城市之都係可以振興翻經濟啦。有方同學有幾多成功例子講？你講一兩隻啦。唔係淨係得七攬咯，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唔同嘅城市，例如國際電影節嗰啲又好，甚至乎有其他。正方時間用盡，接下來等方可以用埋餘下嘅時間。餘下29秒，請你自由編輯或者多一邊發言。準備好上嘅。好啦，今日有方同學講話要有其他成功例子帶嚟睇下，譬如舉咗咩例子？國際電影節。
咁呢個係咪新嘅嘗試啊？唔係喎，咁啊原來國際電影節係之前每年都有搞，咁之前每年都有搞，咁佢哋有冇成效？有幾多遊客俾人吸引咗過嚟？呢啲有方通通都冇論證過，咁有方冇論證過嘅時候，又點樣論證到盛香港搞盛事之都就係香港旅遊業發展嘅出路啊？所以今日講到尾，今日有方同學除咗七攬嘅例子之外，其實根本冇其他成功例子可以論證到今日香港。頭先反就正方協辯又喺佢嘅嗰個自由法自由辯論環節度使咗英文，請評判選擇扣分。好，如果就冇其他問題嘅話咧，就現在落到協辯環節啦。雙方協辯請有一分鐘時間去做嘅。政府錯信美國商會，但忽略美國商會從來沒搞大型活動的經驗，加上政府監管不力，搞到最後要成立獨立調查小組上立法會調查事件。由此可見，香港搞盛事失敗早有先例。看完過去看現在，那就揭示了有方的第一大問題。有方第二個論點跟我說香港有條件搞，但就忽視了只是講條件是不夠的，是要講競爭力。為什麼？因為這些國際盛事，這些國際大牌的巨星，例如美斯、Taylor Swift 等等，他們通通都是有檔期，有本身自己有比賽要做的嘛。他們只是在亞洲選一個地方的時候選選的，就是比較競爭力關係咯。如果有方講到香港是可以跟新加坡去一起搞，為什麼 Taylor Swift 只是去新加坡不來香港呢？好啦，咁如果講競爭力嘅話，有方咧全場問題咧就不停同我哋講話香港有場地，但其實忽略咗咧競爭力不足。有方話香港有紅館，一開始又話有中環海濱，但係咧佢主編都識講啦，呢啲咧空間淨係容納萬幾人。相反，新加坡是但個場都五萬人，日本是但個場都五萬幾人嘅時候，講場地有方咧個場地競爭力不足，講出手啦。Taylor Swift 咧新加坡政府咧俾咗2000多萬一場，即係咧五場要1億，但係美斯佢邀請美斯去維港度巡遊嘅時候咧，淨係肯俾100萬港紙，咁梗係俾人拒絕啦，因為出手唔夠嘛。跟住講誠意啦，有方咧又冇講過，又話香港咧冇 Taylor Swift 嘅電話號碼，所以咧就搞唔成啦。咁但係咧人哋新加坡做得到呢一方呢一點，有方點論證咧 ？Taylor Swift 嘅部長新加坡嘅部長咧，更加係飛去揾美國揾人哋傾嘅時候，香港咧做緊啲乜嘢？楊潤雄話。我不清楚合約條款喎，搞唔成。咁美斯嘅例子咧，就話我哋知歷史仲係驚人地相似。國際萬物一話要嚟咧，最貴4000多蚊嘅門票咧，都一掃而空。大球場38000多個位咧，座無虛席。但係美斯咧，竟然冇落場喎。楊潤雄親口承認
應自己冇睇清條款，反映政府監管不力，而且揾咗高端生活雜誌公司 Tele Asia 同樣毫無舉辦大型盛事嘅經驗。有話有方咧，有話呢個唔係政府問題，咁但係揾錯人呢、這個難道唔係政府嘅問題咩？政府嘅責任唔係應該確保佢哋揾啱承辦商做件事咩？咁所以當有方咧論連盛事師都做唔到嘅時候，有方咧更加唔好同我哋講成效啦。可見政府二十年嚟咧毫無進步，搞盛事咧係注定失敗嘅。講完現在講未來啦，維亞顧問公司蔡成咧就同我哋講一個例子，就黃鴨當年嚟香港，啲人咧為咗黃鴨嚟香港打卡，但係打完卡之後咧就走咗啦。呢個例子反映啲咩？就反映啲人係會隨盛事而嚟。當然啦，我方都承認少少效益嘅，吸引到啲人佢都會使錢。咁但係盛事完咗之後佢哋會走噶嘛？走完之後佢記得嘅係香港呢個品牌嘅故事啊，定係盛事嘅本身咧？如果係因為盛事本身而嚟嘅，咁佢走咗之後，會唔會係香港嘅回頭客會再翻嚟香港呢？咁樣係咪説好香港回事呢？疫情之後，唔同嘅國家大力重振旅遊業，但唔同嘅國家咧都以當地嘅特色作品牌，説好當地嘅故事。以日本為例啊，日本嘅旅遊政策係觀光立國，即係結合當地嘅特色，例如京都嘅皇居舊址、沖繩嘅陽光與海灘，更提出文化立市、旅遊立縣嘅方針，發展本地特色遊。相反，香港咧搞盛事之都，頭先都講咗啦。啲人盛事完咗之後就會走啦，所以今日咧無論講過去、現在定係將來，盛事都既不治標又不治本，便係絕對不成立。多謝各位。反方結辯所用時間為四分零五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最後由正方嘅結辯總結，另外四分鐘時間。
巡遊學生瑞典。1999年，國際盛事基金設立，資助在香港舉行的國際盛事達50項，例如香港藝術節、Copenhagen、香港國際電影節等等。呢啲國際盛事都反映緊香港奠定咗亞洲國際都會嘅身份。今日我方並冇否認香港旅遊發展可以有其他出路，但當我哋本身有足夠嘅能力舉行盛事，咁藉著盛事讓香港重新走去國際視野，鞏固國際亞洲國際都會嘅身份，令香港旅遊業重上軌道，又有何不可呢？因此今日便提供備審啦，多謝。3:45，無超時無需扣分。比出嗰一段落啦，請大家留喺原位稍等一陣。
打多佢一方面講同大家講出路要持續要長遠，但係就唔等個場館等到一年咯喎，方堂咁究竟係長遠定唔長遠咧？即係我覺得整方堂又可以咧做少少嘅職場嘅回應挑戰，咁成件事咧就唔會俾咁大壓力自己咯，咁就可以將啲壓力咧俾翻喺對方身上。嗱，所以當官員啊、錢啊、場地呢一啲嘢咧啊處理好啦。講完啦，又可以拋翻啲例子俾翻對方，呢啲又係有講嘅，非常好嘅，我覺得。但係好可惜嘅係啲乜嘢咧？就係個壓力都俾唔到佢對方，對方好快就走咗啦。你哋有一啲有效嘅回應係啲乜嘢咧？你哋講過有好多咧出名明星，譬如 Blackpink 啦、防彈團、防彈少年團啦、日本嗰個 YOASOBI 啦，又都有嚟香港喎。咁當然，反方堂可以同大家講啦，呢個 Taylor Swift 係勁過呢三個 party 嘅，係可以咁講嘅。但係。你可以講一件就係、是，喂香港係咪真係你講到咁差，一個人都請唔到翻嚟咧？更加重要嘅就係，唔好講今日先，睇翻過去，香港咪又係得紅館同亞博，咁點解以前就請到其他嗰啲國際巨星嚟香港咧？啊，譬如傑倫、周杰倫、亞洲天王啦，雖然同 Taylor Swift 可能爭啲，佢唔係華人圈噶嘛，即係你可能啲其他其實華人，即係唔係非華人都要聽周杰倫，係咪先？其實佢咪亞洲天王咯，仲有邊個咧？林俊傑都係嚟過香港啦，係嘛？咁講下呢啲咯，係嘛？你可以講下呢啲。咁你問香港對方一個好簡單嘅反駁就係：喂，學你話得咁差，咁點解呢啲人以前嚟香港咧？然後反方堂嘅回應都好簡單嘅啦。譬如講話傑倫喺中環海濱嗰度睇太細啦，想買都買唔到，有好多人逼咗喺天橋度睇，或者奔都唔睇出。咁你就諗下啦，啲旅客嚟到香港，啲旅客會唔會特登飛嚟香港淨喺個天橋睇咧？唔會㗎嘛，咁但係你又唔夠場地，又唔夠飛喎，要焗住喺個天橋嗰度睇，咁即係話其實啲旅客吸引唔到，得到20,000人，咁個成效有幾大咧？係咪？即係你又可以諗呢啲嘅政方台，所以我覺得今日其實政方台咧，你哋喺唔同嘅部分咧，其實有針對個政打翻啲好強硬嘅點咧，你有回應，但係個重點就係你哋未能夠將對方咧扯翻落嚟，同要對方解釋，呢個係有啲可惜。而最大嗰個反方嘅邏輯咧，係想講出路係要持續長遠。咁正方你就諗一個問題，城市唔係淨搞幾個月，即係正反方就話喂，你煙花落手盡即逝，爆就算嘅啦，係咪？咁正方你講唔係淨爆嗰幾下啊嘛，你可以講下其實香港煙花其實個個月都唔爆啦，咁嚟講都可以話啊啲煙花好差。咁但係我想俾正方嘅一啲諗法就係其實你可以諗下啊，即係反方講好多嘢都可以翻轉。喂，邊度唔持續啊？我哋每個月都有唔同嘅城市嘅喎，而到最後，我覺得正方同學最強，或者你翻翻去唔好處理反方嗰啲處理反方嗰啲提出咁多嘅質疑先，你先諗翻轉自己，其實你走向上最強嗰方向喺邊度？你主點最強，或者你個立論點最強啲乜嘢咧？係個高增值嘅旅客，而高增值嘅旅客咧最強嘅地方就係佢就算量少咧個質素都高。因為佢平均比起普通嘅旅客消費咧，係多成可能一兩千。你諗下，一兩千乘20萬個基數都好大。所以我覺得今日正方同學除咗去處理反方同學所講嘅三不足之外咧，更加要咬實自己嗰一個嘅高增值旅客，搞啲咩旅遊咧？會展旅遊有好多國際嘅展覽咧，都喺香港度搞嘅。譬如你講 Art Basel 啦，可能你講啲金融嘅峰會，呢啲金融幾乎珍貴係咪？七人欖球賽、高爾夫球打得呢啲嘅，七人欖球呢啲，但你打得高嘅個會值幾廿萬，非常之貴。所以正方同埋應該要大講呢一啲，然後咧就唔好咁不斷同對方去強調嗰啲咩嗰啲三不足，因為坦白講嘅三不足嗰啲咧，香港而家未追得上，係你哋弱勢位嘅。呢啲咧可以避重就輕，反而咧打多啲你哋所講嘅嗰個 point， 成件事個效果就好好多啦。調翻轉喺個反方嘅嗰個策略上咧。嗱，我覺得反方同咧整體嗰個咧攻擊力啊、邏輯點啊，上都上到得咧相當出色。而我咧其實反方同如果可以補充多一點咧，對於你哋嗰個主線嚟講咧，其實會更加圓滿嘅。因為其實今日正方冇問過一個問題，就係、是、我諗每一場比賽你大體啦，你幾多問主要見住一條標請咧，有方同學，如果城市都不是出路，咁什麼是出路咧？咁你就去諗下，其實你哋生活中嘅出路又係點咧？你哋會經常強調，或者其實喺你哋嘅立論點入邊咧，其實有講到咧，你哋唔打算去論證其他係咩出路，我覺得係冇問題嘅，係可以採取呢個 approach 嘅。只不過我覺得其實你當你見到點樣再攞高啲分咧，因為你會見到喺個比賽嘅策略上咧，有好多位其實你已經主宰咗啦。
咁煮咗咗之後，你再重複翻一啲已經煮咗咗啲位置咧，個分數唔會再高。所以你應該喺後面可以補充一啲其他內容。咁包括啲咩出路呢？我嘅 suggestion 咧，其實你哋都可以諗一諗一個問題啊。其實你講緊話香港而家啊內地客咁樣啦，佢哋嚟到香港唔再係購物嘅，大家都同意係咪？但係佢唔再購物，因為佢冇錢咧，定佢唔嚟香港？你諗一個問題。有啲內地客邊度購物呢？係海南島，唔加海南島呢，咁啊海南嘅面上係有100,000，香港面上係幾多呢？5,000。所以我講嘅係你哋嘅出路可以提升香港門市啦。內地人唔係好似政府所講冇錢嘅喎，佢哋係喺香港消費啫嘛。如果我哋個面市可以提升到同海南睇齊，甚至多過佢嘅120,000，咁又得唔得？更何況係唔使好似政府所講免税額提升咁多仔，即係唔係咁多仔，喺個政策上嘅調整，唔需要搞城市，唔需要嘅 technical 啦，好簡單。哇！再唔係你話講下我啲香港好多出路啊，譬如嗰啲咩生態文化遊啊，體位好現象啊，或者啊嗰啲，啊你哋都有類似提過。咁呢啲即我覺得呢啲係亦都係符合翻你哋嗰點個標準喎，既有潛在，亦唔需要太大成本。咁呢啲咪就係你哋啊變環權嘅出路，即可以起到，即我覺得去到後場嘅時候，既然有啲位啊主宰咗啦，不妨咧講多啲呢啲咯。咁你哋咪分數上啊，例如你我哋嗰個主事個文本上就會好啲啦。好啦，咁同埋咧。仲有一個位嘅，最後一個位，即我覺得咖啡個例子咧，即係公園咧，即我覺得政府嘅反應又幾好，即係多同學就話咖啡係咪？係因為多同學講先啊嘛，咖啡咁嘅飲咧，咁啊政府同學即刻打佢就話，咁咖啡唔一定唔可以繼續飲，我哋飲多幾次。即我覺得咖啡呢個例子咧都幾好，即我覺得甚至係大家，我覺得今場比賽咧，其實大家個好神奇，即嗰個反應都幾快下，我覺得幾好，特別係反方都。你有驚喜喺嗰啲稿邊嘅框架啦，或者係啲嗰啲臨場反應。完全翻咗咧，反方學就係剩翻學正方嘅同學咧，其實有好多嘅 point 咧都係非常之出色嘅。不過真係好可惜係即係爭少少嗰個位啊。所以總結嚟講啦，因為無論正方定反方都好咧，繼續努力爭少少係，或者有啲位置係爭少少咯。好，繼續啦。
咁呢個就係正反雙方主線上面嗰條線嘅位置啦。咁而提出兩大戰場，第一咧就係到底香港能唔能夠搞到一啲嘅城市咧？正方咧其實有提出到好多話啊，搞到啲城市嘅喎。咁但係咧，其實反方係極少回應啦。佢基本上就攞住幾個例子去同你講話，哦呢、這個搞唔到，嗰個搞唔到，咁咪真係做唔到咯。咁而正方咧都有喺唔同嘅辯位有提出，但個問題就係你冇去施加到一啲壓力俾對方，即係好多時候就用一個比較陳述啲嘅方式去講話，我香港其實要我都搞過好多家，咁但係你差嘅位置就係你要倒翻轉用一啲質疑去問翻對方一啲即係關於你嗰啲例子嘅問題，即係你攻擊力唔夠咯，最大。咁而反方咧，其實佢講嘅例子咧唔算好多嘅，但係咧反方處理呢啲例子比較好嘅地方就係佢 keep 住會有唔同嘅回應咯，即係包括可能去到呢個反方二副咁啦，即係對面講咗個比較有趣嘅説法啦，就話哦原來政府咧唔會 take the system 話好慢嘅，咁即係我覺得呢啲回應係比較正常嘅，即係呢一啲反方係做得好嘅地方，咁但係即係其實人哋有一啲嘅位置咧，其實反係冇回應到啦，不過對面施加嘅壓力唔算好大，咁佢就冇回應啦。咁但係你哋自己去諗打博嘅時候咧，都要諗，哦原來對方其實可能做咗啲，我原來香港做過好多嘅城市啊咁樣，咁你要點樣去回應咧？即係只係因為今日政方冇俾到好多壓力嚟啦，咁所以你未必咁大幅度回應得好。咁但係當對方俾到嘅時候，你又要點樣去回應咧？呢個就係準備嘅時候可以再做多少少嘅啦。咁嚟到第二個戰場，其實係雙方都比較少講嘅，就係到底呢一個城市啊，能唔能夠幫助到香港嘅旅遊發展咧？即係其實反方都係得好簡單嘅回應，就話、你個城市結束咗，啲人就會走㗎啦。咁即係你要需要更加多嘅嘢去論證呢一件事啦。咁但係同時地，政方亦都好少講去觸及到呢一個方面，即係到底。城市即係當你搞到城市啦，咁但係係咪可以吸到錢？係咪與旅遊嘅發展係同時？同埋即係到底雙方點樣去睇旅遊發展呢件事咧？即係係咪淨係得錢一個嘅討論咧？定係其實可能外界對於你嘅一啲形象啊，或者可能你本身會唔會都有其他嘅內涵可以展現到俾其他地方睇啊？咁其實呢啲都係對住旅遊發展呢一個字眼可以。咁至於去到講少少呢一個即係比較即時反應呢個環節啦，即係邊邊公邊啦，咁今日出現咗一個情況啦，就係正方係冇乜點樣去回應反方嘅嗰個嘅公邊，咁但係即係想提一提一點啦，即係如果你唔去回應咧，評判就算想俾分數你都好困難咯，即係會令到即係我覺得唔多唔少。即係就算你可能用一啲你好堅有嘅嘢去回應對方，都會好過完全乜都唔講。如果唔係，即係個情況就係、即係點都嘗試下去講啲嘢，點都能夠俾到一部分嘅分數你咯。即係呢個係對於嗰個公義嘅建議啦。咁但係反方面對住呢個情況咧，即係如果人哋冇答你咧，經常咁樣拍板咯，係咯，即係其實佢係冇回應過你，但係。等同於佢，即係嗰個拍板拍得有啲太快啦，簡單講就係呢個唔單止喺反方嘅攻擊，即係一副都有出現呢個情況，即係會好快將啲對方冇回應過嘅例子就直接拍板跳咗好遠，即係唔記得出個例子咁樣對面一副冇回應得比較少啦，跟住你又直接拍板話我對方冇答到，咁啊即係等同於呢一個唔係出路咯咁樣。咁呢啲有時啲邏輯咧就會跳得太快，但係你當呢個攻勢未到，但係你咁快拍板嘅時候咧，就會俾評判覺得好莫名其妙咁成件事，咁而係啦，同埋另外就係正方可以多啲嘗試去組織下啲攻擊去俾壓力對方，咁而反方其實問嘅問題咧都可以再具體，即係你去自由辯嘅時候咧，你會就講話香港可能有唔夠決心、觸手唔夠高、唔夠誠意咁樣，咁但係其實可以問得再具體啲咯，即係你啲問題可以問得仔細一啲，係啦，即係可能原來政府咧請美斯卡係淨係用100萬，人哋咧出一個貼文都已經2400
問題夠仔細咧，對方先至會更加難去應。係，咁大概咁多咯。唔該曬，現在有請陳千紅小姐。首先我覺得政府方咧開頭咧就俾咗標準話，點樣思維之後搞個城市咧就要達到一定嘅國際人數啦，要有國際認可啦，同埋都要持續舉辦咁啦。咁但係我覺得其中一個你會俾同反方去爭取搞嘅位就講到即係市營賽事係持續同埋算係城市之後原因，因為你冇好界定究竟國際人數達到幾多嘅時候先至叫做一個真係國際級嘅賽事咯。因為咧有好多例子，例如話 Soccer 啊，或者係 Basketball 啊，或者係嗰啲籃球賽嗰啲，其實 suppose 都係一啲國際賽事嚟㗎嘛。但好多時我會俾佢哋就去將個標準提升到去到要 championship 啊，或者要美斯都嚟去表演嘅時候先至叫做城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一開頭好界定咗點樣嘅規模，已經算係國際賽事嘅嚟講會有利啲啦。同埋係咯，就好似前面講話，其實你主線係想突出為嗰啲高增值嘅消費者，咁但係其實我唔係好聽到呢一個論點一路點樣去演繹落去啦。因為 suppose 如果你係打呢個方向嘅話咧，你又會想打咧，一定需要遊客好大幅地增長，但係佢哋嘅消費可以令到香港旅遊發展直線上升啦。咁但係其實我冇聽到呢啲例子，反而聽到你講話香港搞到好多賽事啊，或者係有好多元嘅活動啦，咁就會唔係幾直接論證到主線啦。同埋我會唔係幾明白點解主線要用新加坡個例子咯，因為其實你本身自己應該南洋好多嘢可以講啦，咁但係你會選擇咗去論證話新加坡佢搞一場 Taylor Swift 演唱會就有新加坡人費落費3-4億啦，咁就會講到話對新加坡嘅 GDP 係有2.5%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直接將佢取代咗用香港嘅例子會好啲啦，因為就係你就俾對面嘅論證咗，就係 Taylor Swift 而家就係揀你新加坡去做演唱會，就係揀香港嘅時候你直接論證緊城市之都呢樣嘢係香港唔可行。咁所以我覺得你例子選材嘅時候用得對揀對自己打方嘅時候好啲嘅講法會好啲啦。然後反方嚟講咧，我覺得今日嗰個策略係幾成功啦，但係都幾 harsh 個標準。因為咧，你哋主編開出嚟就話要針對住香港本身嘅特色，咁所以你就覺得幫人搞國際賽事咧，其實就突顯到香港自身嘅特色啦。咁所以就話我要到呢個標準，我要政府個態度都夠好，然之後又有錢搞成先得。咁但係其實如果我覺得政方其實點樣拆咧，就可以係即係其實都係有方法要貼合香港嘅特色嚟去論證點點嘅啦。咁但係香港同新加坡啊，或者韓國啊，全部啲人口啊，或者佢搞嘅規模啊，或者佢即係嗰啲。即係佢 sell 嘅 selling point 就唔同嘅話，其實點解需要做到嗰個標準嘅時候先至叫做合理？我覺得你可以查咯，因為其實佢就係諗住用一條好高嘅標準，然之後四個位都不斷咁就係批你話做到呢個標準咧就唔叫成功啦。咁但係變相如果你 list 到咁多例子出嚟嘅話，其實你可以查佢其實香港唔係 target 嗰啲最大型嘅比賽，即係針對住而家佢搞嘅賽事都已經幫緊香港發展嘅話，查出個標準唔合理咁就可以。插到佢一路最強嗰位攻擊咯，因為我聽到反方嘅講法好多時咧話，佢用呢個演唱會咧落網咧啲人就走啦，咁但係跟住就話咁其實係幫唔到香港有一個長遠嘅發展，同埋幫唔到帶動到其他經濟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會翻轉諗嘅問題就係、是，雖然你講話你 set 到個方向係出路係等於要持續長遠嘅發展先至成功，都係城市之道啦。咁但係香港如果直情跟住呢個國際城市之都嗰邊方向嚟去接軌，而家肯定唔似得咁快。因為你就係因為搞啲賽事嘅時候，你更加先可以再重新鞏固翻香港個國際嗰個城市嗰個地位嘛。咁但係你搞咗就會慢慢再變嗰啲 small size 嗰種 post economy 嗰種，咁其實令到你香港個經濟可能快啲咁難去復甦翻。咁所以我會諗嘅係，當你舉咗好多例子去 compare 翻香港同埋其他地方嘅規模嘅時候，再問點為止？再話而家唔係對症下藥嘅時候，我都會期望你講到點樣先至為止係針對嘅香港地去有一條出路咯，因為個感覺就好似香港會有出路嗰種感覺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你要大睇下你呢個論證究竟，如果政府嘅態度或者政府嘅辦事一路都係唔理想嘅話，配合埋呢啲本身嘅條件，點樣先為止係你眼中嘅令到你出路啦？咁然之後，我覺得Taylor Swift 個例子咧，我會覺得唔係咁應該大搞嘅原因，因為可能正方講啦，因為其實反方就好一直就想落個結論就係
佢就係去咗外國做演唱會，咁結果論嚟講，佢已經就係嗰筆錢原封不動咁退曬新加坡嘅 GDP 嘅時候，理論證嘅係香港本身，即係研究個過程講話，其實佢係有考慮過香港嘅，咁結果上佢冇考慮，最尾 confirm 喺香港嘅時候，佢成筆錢喺嗰邊啊，咁所以我覺得你要打翻嘅係究竟香港 timing 係一個點嘅市場，同埋你例如係將嗰啲話手機或者係 agent 嗰啲例子，佢真係講翻呢個其實係一個持續地有一啲賽事舉行啊，所以其實唔係完全有可能講到咁不可持續同埋咁單咁一次性嘅一個 event 啦。然之後，反方一副嘅時候咧，就我覺得佢哋今日策略好嘅位，聰明嘅位就係會攞到啲頂級嘅嗰啲球星或者係明星嚟去講啦。咁但係我覺得係咯，即係正方都可以諗下嘅係，佢講到話要做到結果係去到城市知道嘅時候，先至叫做成立辯題啦。咁但係如果我跟住呢個方向嚟，即係城市知道係一個方向而有辯論嘅話，咁算唔算係一個發展出路先？因為我覺得今日條辯題其實佢冇 set 到一個 time frame 係話佢而家呢一刻就要喺個城市知道或者見到條標準嘅話，咁我覺得你可以其實如果你論證到佢一直跟住呢個趨勢同國際接軌，而家其實會令香港發展去旅遊業嘅空間其實。都可以掟翻佢嗰條標準升得太高嗰個問題啦。然之後，我覺得正方二副，你講個例子咧，就話香港，即係你有諗翻佢主線度講話香港嘅係一個 multicultural 地方，即係講下嗰啲自由啊、宗教等等啲兩民三業嘅特色啦。我覺得個例子係好，但可能我覺得elaborate 得太耐啦，那個感覺。我可能係諗嘅係你點樣封死翻對面嘅點本身 set 得好 harsh 嘅標準，即係講個立場或者個單方優勢會好啲啦。但係我覺得係咯，反應都係算快啦。咁然之後，頭先啲人講到就係話，我覺得政府辦事不力呢樣嘢其實係通用喺政府唔整個發展方針或者佢所有做嘅事出嚟啦。咁所以我會覺得站方講緊即係政府有好多嘢做得未完。想但係唔等於城市之多不少嘅出口咧，應該係一個策略啦。咁所以我覺得同埋反方二副你講嗰個赤字有1400億，即係我覺得你可以點講咧？即係如果你要填翻嚟講嗰個持續嗰個可持續發展個標準嚟睇嘅時候，我覺得你可以俾多少少整體個概況就係講緊，即係如果我要持續地搞賽事嘅話，我可能每一年需要幾多錢，但係香港而家個赤字已經係1400億嘅時候，其實佢係即係佢冇辦法跟得上個趨勢或者個軌道啦。咁你可以承認佢係有搞到國際賽事，但係嗰個去每個標準，我覺得你可以再將赤字嗰個支出同收入不平衡再放大講多少少啦。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嗱嗰個策略係真得好，但係你我覺得係好瘋狂輸出同好統一性嘅攻擊，但係去到後場就覺得你嗰個內容分別大減咯，因為我覺得你哋好似係嗰啲俾我感覺係 day one 已經好熟悉嘅主持啦，但佢講呢個嘅時候已經反映咗喺呢個位出錯同呢個標準，但係後嘅時候我會預期望嘅係，即係你哋個論證可以多元翻少少，就係講翻究竟嗰啲出路係啲乜嘢，或者即係而家嘅政策真係行得好，而嗰啲先至係突顯緊香港特色嘅嗰啲位啦。咁佢令到你成批個內容好啲，如果唔係就比較覺得係。好似佢對 Freddy 啊，我都係俾個回應你咁咯。咁之後，個正方，我覺得其實去到辯辯嘅時候，有啲嘢應該早啲出，就係講其實香港係咪唔係淨係可以邀請 Taylor Swift， 或者唔係淨係邀請咗 Taylor Swift 先等於我係一個城市知道啦？但係我覺得可以講嘅係，即係可能你講啲葉阿松、葉周杰倫嗰啲嘛，周杰倫呢個例子牌。但我覺得你可以講嘅係香港其實佢適合邊一類型嘅賽事咯，或者佢個定位係乜嘢咯？因為其實我頭先求其問下啦，即係有阿蘇啲或者曾志豪啲，其實佢係會去巡迴演唱會噶嘛。咁其實我去咗香港一個地方，已經可以代表香港有呢個實力同埋有呢個條件去搞到嗰啲國際賽事。我唔需要去到點解佢次次唔係所有賽事都喺香港度搞嘅時候先叫成功嗰個標準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整體地論證下香港其實係有嗰、那個。即係如果你想講嘅係演唱會係個點講咧？我真係覺得講翻少少點樣係背面工程可以做得好啲啦。因為我覺得整體相關研都agree嗰樣嘢就係即係本地消費或者整體旅遊消費係下降緊噶嘛。因為啲人佢決定佢自己去儲多啲錢嚟使錢，
咁而其實演唱會係一個幾好嘅嗰個點樣，即係吸引力強同埋幾好嘅一種新消費模式嘅話，如果結合埋啲國際明星或者係國際球星，其實係更加能夠推動消費。咁所以其實我唔係要去到佢，我唔係要去到佢點講咧？即係其實就算佢落寞就走，或者係佢有令到本港其實已經係推動緊消費一種嘅時候，我覺得你可以講到嘅係一種新嘅經濟消費模式係。有嗰個 potential 繼續落去咯，大致就係咁。我覺得因為佢雙方咧，反應都好快啦，咁所以變相你要揾到雙方嘅分歧，或者係揾到點樣去論對面最強嘅論點，其實更加能夠令到你可以幫自己嘅站方攞到更加多優勢，同埋可以 control 翻個戰場啦。大致就係咁，但係係幾精彩嘅。反方嘅學校。